枕头底下必有东西。嗯，没有，嘿，神了。你被窝里有东西吧？哎，对。这个夫妻感染的病毒。哦，你只是关心这事儿是吗？哦哦，这有。今天是炫腿小薰，这都这样了还吃呢。我他们一家人都挨打呀。爸爸妈妈，我是超人小薰，开始有了短暂解离现象。嗯，这包里肯定有东西。多项指标与八爪兔相似，但经多次检测非八爪兔病毒。哦。他们家怎么都是蜘蛛啊？家人一个不能少，一辈子在一起。那我就开始搜大京城。大漫画，他到底叫大京城还是大漫画？哇，这有他的画本。颜色都不对。哇，药都没吃，怪不得你病好不了。枕头底下，哎，有个板儿，哎，有板儿，赶紧的看。大京城，原本只要再多撞几下就可以脱离这片苦海了。原本藏起来的一片碎玻璃离成功更近一步了。原本只差最后一颗螺丝就能解脱了。他是想轻生。我去搜心系。一觉难醒，服用五分钟后会立刻进入深度睡眠，睡眠长达12小时。你看那个护士站禁止干的事儿，差不多就是咱们的一天。严禁在下雨天和蘑菇聊天。那这个准。严禁把小饼干啃成手枪。严禁在浴室里过家家。严禁把唾沫都舔。梦幻一夜，少量服用会导致昏迷，过量服用有致幻效果，乃至于死亡。我是实习医生小美，今日来信，希望能借助贵社的影响力曝光贾院长、甄心机两位无良医生。私下调查发现，今年发生在真漂亮全科医院的八爪兔传染病事件另有隐情。经确认，该信件内容纯属虚构，予以退回。时间还有3分钟，一家子人都有病啊！我又有一条，不，他是边缘性人格障碍，属于隔代遗传。
底部有一些蓝色的残留物。小美，这娃娃没有鼻子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太神了。他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呢？现在是研究的关键阶段，他还得活着。我找半天怎么还没有碰到 MC 啊？哦，这儿呢。斗气石。MC 里头，哇 ，MC 里头有东西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有视频了。五、飞院长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请离开现场。新年好，耶！兔年快乐，祝您了吉祥了。走吧。